欢迎来到永嘉的辅具时间。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遥控学习转盘之灯光板。好，那我们先前有介绍一个那个我们第一版的学习转盘，那我们影片在这边，那还没看过的朋友们呢可以先去看一下。好，那我们先前有先做了第一版嘛，那我们这个延伸版呢就是有属于有灯光的，那我们前面呢就是我们多增加了一个大按键的遥控盒。好，那我们的使用的方式跟先前第一个影片一样，那就是那它多了一个灯光的效果嘛。好，那这边操作一次给大家看，那就是一样按下去，哦，这就有多了一个灯光的效果。对，这是大按键的部分。那摇杆呢也是一样。好，那我们按一下就会有灯光，那再按一下一样，就只要我们每次操作一下就会有灯光。那或者是老师使用的仙女棒板呢也会有灯光哦。好，那我们希望呢我们第二版呢会有更多小朋友喜欢。好，那我们介绍到这边，谢谢大家。